大家好，我是小梅。今天我们要去这个月份的地月者的棚拍活动。今天呢不是棚拍，今天是非常特别的地方。然后因为刚好夏天快要结束了，所以我就想说可以拍一点不一样的东西，敬请期待。哎，我觉得这几天真的睡太少，我的脸都变超凹了，觉得好难。但我很认真减肥哦，我瘦了2公斤。今天早上有两公斤，完整的2公斤，大概2-3个礼拜，还不错吧？因为最近又打电动，然后不吃饭，也不是不吃饭啊，就是都吃一点点一点点，然后很饿的时候就吃一点小东西，然后很饿就吃一点小东西，然后不太吃正餐，其实不太好，就大家还是不要学。但是我已经没办法，就真的太忙，我已经进度已经被大家海放，不想再落后了，所以就只能一直花时间打电动。实况组，我们刚刚已经弄完头发了，变得很不一样，但是看起来也很真，很像自己的，因为我这是接发片。然后我觉得真正的长发就应该是要这样才对啊，因为我一直都超想要留很长的长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真发就很难留到这个长。现在天气有点阴阴的，所以我有点担心待会太阳会不会不见。但是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赶快出发。就是一对一，然后轮秒数。是留上，我不要，那我急到最后我要一次的，我大概要40分钟，最少半个小时。你为什么这样？我怎么也听我声音怪怪的吗？我以为是。我们两个知道怎样？我不知道。我怕传染给你啊！你想怎样？我怕传染给你啊！不是，我想说你是怎样，就是会不会被老公看到？就啊，不是，老公知道我今天拍泳装啊，我不行。不是不是，你没有去过，你没有看日本的吗？日本感谢祭都怕被老婆认出来，都会戴口罩啊。真的啦！他昨天还问我说：“哎，你的泳装是3.4，是分开的吗？”对啊。我说不是，然后他就来呛我。对啊。冬天啊，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了，他现在那个不是你是已经现在韩国流行那个什么超高叉。也没有，那你在干嘛？不是，就是好看，是好看的。剪刀，剪刀，剪刀！我跟你讲，现在流行的泳装就现场直接剪的。现场直接剪的。可以剪。可以剪。这就都是因为我忘记某一次工作的时候，然后我跟他说我这个月要拍泳装，然后他说他想要学，他说当摄影师是不是很爽？对，因为我真的我从小到大都很憧憬这件事情，我想要一圆我自己的今天的摄影梦，射出来。射出来！我是没有走进来过啊，这样走的蛮尴尬的。你有走？跟谁去汽车旅馆？是前女朋友啊，曾经都谁没有女朋友？谁没有过去？谁没有过去？啊，你有带老婆去过吗？哦，抢水钱。好像有过，又好像我忘记了。哦，你看你对你老婆多坏。那你有来过吗？你说汽车旅馆？对对对，好怕，来过。不是棚拍的。那你有坐过汽车旅馆的椅子吗？没有玩那么多，没有玩太多东西，我只是说沙发而已啊。你都知道我讲什么啊？谁会走进来啊？超智障的，正常人都是开着车两个人就直接塞开去了。真的走进来我是第一次。但我超没 feel 的，因为这间我已经来第三次了。我前面两，而且我每一次来都是拍照，同一个房型，对，同一个。那很无聊哎。不是啊，可是因为他们没拍过啊，而且这个我也没拍过影片，对，就还。我也没有，你有去过特别的一些，比如说特色的地区的，比如说外星。没。地点。哦，我有去过，我有去过夜店型的，就是它那里面还有钢管啊，然后会有那种。我去过那个皇宫，可是我那个也是去拍照。我去过就那种中国风，就好像你是皇上。所以你是去龙椅，走的我是 cosplay， 没有啦，跟女朋友去 cosplay， 然后你当皇上，差不多了，很屌哎，那很屌，走进来你就好像是红袍加身，很屌哎。不太行，这样你不行，不太行。为什么？皇上吉祥，我不要，皇上不要，这样你不行。不行，你俩真的要学，男人会有成就感，真的啦，皇上不要。只有你吧，只有他吧，好奇怪。我现在要去换衣服了，因为今天天不是太好，所以要赶快抓紧时间，不然你要怕太阳下山。我去帮忙换衣服。所以人家摄影师是，比如说是我拍照，那你的姿势是我可以要求的。可以啊，
可以啊，如果你有一些，如果你想用手去调整的话也是 OK。不行，特别不能做你特别，对，不能啊，不行，不然你不要调整，我来调整。所以我可以叫你这样接都可以。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这样，这样不行。这样怎么不行？不行。那这样，那这样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那这样应该也还好，这样应该这样可以，好好好，太好了。感觉你要低一点点。我是没反动吗？我是锋芒的，搭配型。这是谁的？这是你的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我刚刚以为下雨嘞，我想说是怎样？还不错吧，就瘦两公斤，好像蛮有差别。哦，对，回来吧。哎，你把那个拔掉。没有啊，没拆。等他下面。打开，脚打开一点。我不能。脚打。不是我说打开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很烦吗？先等一下，因为是我老婆相机，我其实不太会用，放在里面。人家都拿那个，你拿那个。他们也有炮，我有炮吧？我的炮比较小根而已。放放放。再提一下，再提一下。对，靠腰，再提一下，放我炮。用五指勾了套腰，他别人要叫做手表情都可以，我看泳衣都连在一起，那个红色教堂，对啊，妈的嘞，连衣都，我没办法面对你哦，我已经戴口罩，你要怎样？乌哥的乌哥，他已经遮脸了，觉得好像现在有人要侵犯你，你快被侵犯了，告诉我不要，你看他，你还拍照，我看，三十秒，他付钱，妈三十秒，拍教堂，看到我付钱，有啊，我没有收的，收的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看着我，快点！无辜的人，你要给我侵犯你了，不要！你要告诉我不要，不然你干嘛？我要拍照。你不要讲不要，你不要讲不要，我要跟你情绪带入一点情绪感。看着我说不要。时间照算哦，不管笑不笑。看着我说不要。不要，我都等他，他拍都假的。看我，看着我说不要。你要十秒。对对对，真的好痛！你要放给他看。不行啊，那个不行。看着我说不要。我看着就是那个，就是两屁。我要那个，我要又没录影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拜拜。我才拍两张哎。那刚那个姿势，我觉得等下。我要这个。你看吗？克数他，你这可以，你这可以，这可以。这个可是。就猫趴，猫趴。你膝盖小心一点。对对对，走啊！哎呀，可以。那好，给他补十秒啊。10秒，好不好？我输。你那个角度不行，你要在这边。干为什么？我两个角度都要拍。你这样拍的会不好看。那我再来一下。你要从侧面拍比较好看。白痴啊！回头看，小心有卫生危险。回头看，回头看。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干笑死！准备好了。我突然觉得我们很清纯。对。第一round如何？第一round如何？哎，不是啊，你们都很正常的在拍，一分半钟好像用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一分半，他有一分多都在跟我聊天，不让我拍照。重点是你的要求，他有没有办法接受？一分多钟都不，都在跟我聊天，冷笑，我根本没拍到啊。哦，哦，美女，来了，站起来，来，站好。有有有，无辜看着我，不。他们叫你就去。哦，这好，这好，看什么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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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把装备击穿，用力！来，看一下，看，差不多。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。你们一起。有什么话想讲？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子了，没关系。好不拍哦。就让他体验一下，因为他一直跟我说他没有拍过，他很想拍，就嗯。
OK 啦 ，OK， 蛮开心的，因为刚刚非常担心下雨，但是结果我刚刚居然出太阳了，所以现在就觉得还蛮好的，就是感谢老天爷没有下雨。然后这次应该还行吧，因为我特地为了这个就有小减肥一下，然后就有瘦两公斤，而且花了很多钱，都花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，像做头发就会花1000多块，做头你就看得到，然后还有做脚。脚趾甲，因为脚的话就是如果没有做指甲会很丑，所以就还特意做指甲，然后就也花1-2千块，要除毛花2-3千块，所以总共大概光是造型之类的东西大概就5-6千块有，很贵，我很用心的，而且泳圈什么道具就都自己准备，但没关系啊，大家拍得开心就好。挺起来，胸部挺起来，这个没有办法侧一点。胸部把它挺起来。S 曲线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换个很厉害。好，给我一个魅惑的表情，感觉我像是你非常吸引的男人。白眼好不好？看着我，你觉得我是釜山雅治？你这个年纪，这个会不会对你来说年纪太……换一个好了。那个三浦。三浦。我喜欢山下智久，好不好？山下智久，那也是你讲出这个名字之后的年纪，你知道吗？山下智久很可爱啊。不怪为什么你那泳装很不专业，都不会截图的。干不专业。我有 new bra， 好有没有？而且我还有 new bra， 我垫两个。你每次这样拍照都一直摆，就是一些表情，你不会脸部很紧吗？还好啊，真的假的？还好，我表情没有很大、啊。那你有没有讨？那有没有讨厌摄影师叫你摆什么表情的，让你不能接受，还是你摆不出来？这边哦，都还可以。你刚刚的就让我无法接受。干，我那个还好吧？干，我那还好吧？把我想成你心仪的男人，这很难吗？很难。腰真的开始很酸，真的是有年纪，那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我以前怎么拍都不太会酸。这套比较特别，是它中间有线，然后我就把 new bra 藏起来，这样藏在里面。要做防护措施，女生记得拍泳衣的时候，里面一定要贴 new bra， 不然会不小心就会露出来了。先拍觉得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感觉蛮好的。其实嘛，大家都蛮专业的，对吧、啊？摄影师你们真的都很强，有办法把一个就很普通的东西拍得这么美。因为我就是看其他人在拍照嘛。我看他们看那个镜头上面照，哇，超美的。但一下看本人，一起脸还好，因为我怎么超美的，一起脸还好。关关关，要拍照，要拍照。我感觉很可怕。你要翻船吗？还有吧，没有做过。会湿哦。它的圈有点大。哦。好。手上都湿。啊，多哈脚，多哈脚。你看，你问自己多吗？自己滑一下。太大了。是不是太多？突然觉得很搞笑的感觉，真是很有一点搞笑。那抓我的脚，难吃哦！救命啊！我受不了啊！你要起来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大一轮拍完了。抓我的脚，抓我的脚。现在因为已经晚上了，然后没想到这里晚上的灯光很微妙，所以我目前找不到一个好的方式可以拍夜景。本来以为就是好像整个应该会蛮有气氛的，结果呜拍起来呜。好，虽然我们晚上的景呢没有测光测成功，但没关系，我们今天还算是圆满成功了，因为泳池的图全部都有拍到，感谢大家。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们要这样。好啦，总之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或按赞，或者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以后想要看怎么样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做这事哦，做这事哦。他的灯好暗，汽车旅馆灯都那么暗吗？对啊，敢不能亮一点吗？不用看。你知道刚小军自己爆料说。小象都没有带他来过，对对，我们没有来过，太没情趣了。我的天，夏玉玲，这是个无聊的男人，我的天哪。